弟兄姐妹，愿你平安。耶稣说，我父所赐福的人啊，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吧。因为我饥饿时，你们给我吃的；我口渴时，你们给我喝的；我身在异乡时，你们接待我；我赤身露体时，你们给我穿的；我生病时，你们照顾我；我坐牢时，你们来看我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帮助我最卑微的一个弟兄，就是帮助我了。请问你愿意回应耶稣的邀请吗？我想参与社会关怀事工，我想参与物资捐赠、金钱奉献。我们需要的物资包括白米、糖、米粉、酱油、盐、果酱、牛油、沙丁鱼、茄汁豆、饼干、快熟面、面粉、石油、巧克力饮料、江鱼仔、牙膏、4到6岁奶粉。请在11月19日或26日把物资带来教会。预知更多资讯，欢迎出席参加美加堂社会关怀主日。我们到时见。